Drive 指南是一套用于改进动物研究实验设计和报告标准的指南，由国家研究动物替换、细化和减少中心制定。Drive 指南的目的是提高动物研究的品质、透明度和可重复性。Drive 指南由国家研究动物替代、改进和减少中心 NC3 RS 于2003年制定。该中心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替代、改进和减少科学研究中动物的使用。Drive 指南的制定是出于提高动物研究品质和透明度的需求。Drive 指南是一套用于改进动物研究实验设计和报告标准的指南，由国家研究动物替换、细化和减少中心制定。Drive 指南的主要原则如下：一、目标。Drive 指南的首要原则是明确说明研究的目标，目标应该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和有实现的 SMART。 Drive 指南是一套用于改进动物研究实验设计和报告标准的指南，由国家研究动物替换、细化和减少中心制定。遵循 Drive 指南的好处包括：一、提高在线性。Drive 指南旨在透过确保实验设计和报告清晰一致来提高动物研究的在线性。研究人员可以使用 Drive 指南透过多种方式来提高他们的研究和报告标准。一、研究人员可以确保他们的实验设计和进行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的动物数量，减少动物的痛苦，并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二、研究人员可以提高报告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使其他研究人员更容易理解和复制他们的工作。